走吧，咱们小姐忙着去。乐姐，乐姐，上来跟我解释，话说的有点重，对不住。你不用假惺惺跟我道歉。乐姐，我都替你委屈了。他在法院说一不二，回到家还想作威作福呢，真把他当作圣母呢？这么好欺负，你别怪他。叶子，你打开微信小程序。立案，感情破裂。你找我叶欣呢，是立案庭的，我是民庭的，一条龙一起的给他判了。你要觉得不解气，炸一个刑庭的呢，专管无期起判的那种案子，罪名随你定，判他个无期的。就像是你师傅，你以为我没听出来啊？姐，你看你都笑场了，怎么以后帮你做主？小了啊，没事了。